者壮士携台北报道，洋溢人们怀旧韵味的拼戏，现在也增添卡通萌味。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和台湾三丽鸥合作，自12/2起至31/3，只将举办 HELLO 平息寻找三丽鸥大明星拿好礼限时限量抽奖活动。可爱的 Hello Kitty 以及布丁狗、大耳狗、帕恰狗将现身平息的区，大家可前往平息来他们可爱身影，而游玩平息放天灯，感受怀旧人文气息之外，还可体验卡哇伊风。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首度与台湾三丽鸥公司合作，于新春期间在金童跨越博物馆、天灯派出所、平溪图书馆、平溪老街、平溪车站、十分瀑布、菱角车站、望古车站以及石底大斜坑的九处景点设置可爱的拍照装置物，大家可跟着三丽鸥明星的足迹游玩平溪。另外自12/2起至31/3，指民众于上述九处景点任选一处于三丽鸥装置物合照，与新北旅客 FACEBOOK 留言上传照片，就可参加限量好礼抽奖活动。备受欢迎的新北市平溪天灯节今年将于元宵节2/3和中秋节24/9分别各举办一场活动，即将于下个月登场的元宵场。活动时间将于17:30起至20:30止，共释放8波天灯，免费的天灯释放却将于当日上午10:00于活动的点十分广场开始发放，计划参与天灯节的民众可把握机会。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和台湾三丽鸥合作举办 HELLO 平息寻找三丽鸥大明星拿好礼活动，洋溢人文怀旧韵味的平息增添卡通萌爱。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可爱的 Hello Kitty、 布丁狗、大耳狗、帕恰狗近期将现身平息的区，为平息一注卡哇伊风。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。